大家好，我是重庆籍演员肖战。龙腾四海，梦想起航。新的一年，我真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探访我的家乡重庆。这是一座山水相依的城市，有流光溢彩的两江四岸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，充满着唯美与诗意。这是一座一城千面、八地魔幻的城市，有山在城中、城在山中的奇妙景观，有烟火人间与繁华都市的相得益彰。在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惊喜与浪漫。热情与好客是客家重庆人骨子里的基因，在这里生活与旅途永远轻松惬意。期待大家来到美丽新重庆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龙行大达，梦想成真，顺遂安康。